我觉得公司有这样一个开心农场这个场地非常好的，像我们平时上班都比较忙，然后在闲暇之余啊，可以利用我们的时间来开心农场种植种菜，然后到了我们现在秋天是丰收的一个季节，提起我们的菜肴啊，然后回去可以煮一个美味佳肴，是非常好的。